啊，对对啊，对对对对，好，行，对对，慢走啊，哎，好，哎，好，走。你给我派人昼夜监视黄小辉的住宅，尤其是晚上，看里天有没有灯光。你有情况马上报告部定办。你再派人啊上分局查一下黄小辉的情况，但不能光靠他叔叔。我跟老周啊马上就向霍局长汇报，也可能马上就回来。走吧，老周。哎，小勇，你看这地方挺僻静也安全，我要是丁一啊我就藏这儿。是吗？黄小辉26岁，91年入伍，退伍后在市汽车修理厂工作，93年调康大百货部当营业员，后辞职现无业。他父亲呢是5年前因车祸去世，母亲是3年前病故。去年年底他才结婚，两口子住在棉纺二厂3号楼1单元503。通过他叔叔跟居委会介绍，虽然他有一点劣迹，但是并不大。关于黄小辉，桥洞分局传来的情况是这样的，在排查丁一的关系时曾涉及到黄小辉，因为他们是战友。他们过去在部队是一个团的，因为是老乡关系一般，复员后没什么来往，这是从丁一另外的关系中查到的，当时没有引起重视，所以黄小辉一直在我们的视线之外。黄小辉的奶奶在范义村崇上里6号，3年前他和同伙在那儿作案，被当地分局传唤过，因为他没有亲自动手，当时没有做处理，分局也在寻找他的下落。看来这个丁一不敢吃熟的了，这回是在吃生的。这个徐建明和黄小辉都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集中精力迅速找到黄小辉。同时啊，咱们还不能顾此失彼，我现在这脑子里头仍然有一个念头，既然丁二已经到了西安，他通过徐建明的电话与丁一联系上了，而且丁一也通过黄小辉给他的手机与丁二打了电话，那么这几天有没有可能丁一直接去西安找丁二？丁二现在是身带巨款，丁一呢是身无分文，而且现在咱们通过丁二给打来的电话号码知道了他住在西安的军展大厦，是不是派人去围捕他？咱们光盯住黄小辉，即使把他抓住，但他万一交代不出丁一的下落，那咱们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嗯，好，今天就先谈到这儿吧。走了。好，上去。好。慢走，哎，小周，哎，小勇，老周，哎，先走了啊，哎，走了，你走了，哎，让我找霍局长，哎，哎，小翟，霍局长，恢复的怎么样了？哎，挺好，谢谢领导关心。嗯，我看您车在下边，知道您还没走呢。我都7、8天没回去了，有事儿咱们办公室谈吧，走。哎。中午饭呢我跟老周都没吃，太对不起这肚子了。哎，嗯，咱们出去吃点吧。哎，等局长和翟总说完话再说吧。
要不咱这么着吧，一会儿跟翟忠啊，咱们一块儿出去喝点。行啊，我都半个月没沾酒了。哎，你们快来看，云南宁了，曹八金、阿威，可惜没有电话号码呀。这是中越边境啊，丁二在那儿买过枪和手榴弹，又有两个关系人，小子们不是出了国了吧？小翟，小翟，局长，怎么回事？翟忠要来普廷办，我没同意，有点情绪，你去帮我劝劝他。能不能陪哥们去喝酒？能。今儿个我做主。坐。局长一直在说我的病，怎么，我是个残废人，我不是个男子汉啊。太重了，霍局长的意思是说呀，你别说了，你们看我还长着胡子呢，我还是个男人，我一定亲手抓住丁一。付出了什么代价，你们都知道。算了，不喝了，我给你们唱首歌。大哥，唱什么歌？我去点。一首《霸王别姬》，一首《任逍遥》。
秋的海洋，播出无尽的情思，缠在你的心上，播出无尽的情思，缠在你的心上。谁说难得无爱，恨如烟云，爱似火烫。谁说难得无情，余生似流水，与我如剑刚。那灿烂的国徽，那艳艳的印章，看着永恒的信念，走起无声的交响。看着永恒的信念，走起无声的交响。谁说难得无爱，恨如烟云，爱似火烫。谁说难得无情，余生似流水，与我如剑刚。谁说难得无爱，恨如烟云，爱似火烫。谁说如剑刚，马队长，你好。怎么样？
前面一直黑着灯，里面肯定没人。一直黑着灯？一直黑着灯。那么上去看看。灯要是不亮的话，恐怕没人。那好，你们继续监视啊。嗯，走。这一点毫无疑问，我认为丁一就在黄小辉家，也就是棉纺二厂家属院三号楼一单元503室。现在丁一已经是撵到圈里的羊，放在案板上的肉，让我们牢牢牵着鼻子抓捕他，已经如探囊取物了。之所以迟迟不动他，急于找到黄小辉，主要是出于抓捕丁一时技术上的考虑。首先，我们必须拿到黄小辉家的房门钥匙，以避免强攻硬拼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其次，要通过黄小辉的口供，掌握丁一他的心理动态和所藏匿房间的地理位置，据此来部署我们的抓捕方案。我不想让这次行动伤一个人，所以尽快抓到黄小辉就成了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我的基本思路是，要想扎紧篱笆，先要把桩插结实，栽牢靠。哎，赴西安和西宁的追捕小组应该马上安排出发。我考虑咱们应该一箭双雕，一是在没有找到黄小辉之前，咱们把宝全部压在503室，这多少有点偏颇。俗话说，有枣没枣打一竿，咱们是做到做不到一定要想到。第二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咱们应该有意识地转移一下视线，故意放放风，让丁一和他幕后那些家伙们造成一种错觉。咱们呢，在这边就悄悄地设一个圈套，来个瓮中捉鳖。嗯，好。西宁这条线索确实非常重要，因为丁二已经在西宁出现了。在丁一整个逃亡过程中，他结交的唯一朋友就是西宁教育学院的吕春生教授。哥们儿，这次让你到西宁去抓丁一，这可是天降大任于斯人啊。啊，还不是因为我对那儿熟啊。哎呀，关键时候你们待在家里让我一个人外出，这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啊。这丁一到底在哪儿呢？我现在糊涂了，不活生生的逮住他，谁也不知道他的本来面目。嗯，对了，我把这 BP 机留下，黄小辉他叔叔说如果有情况他呼我。行，你给老周吧。对，说的挺好，乱追
他糊不糊啊？我看人挺实在的。是啊。嗯。那我拿着。从现在起，我们兵分三路，一路由马瑞和老周负责，在家里查找黄晓辉和丁一的下落；一路由小李子配合长安分局控制徐建民家的电话，以便弄清丁二外逃的准确位置。OK。一路由魏小勇率追捕组赴外地抓捕丁二。你们先去西安的军展大厦，再到西宁找李春生。飞机上不许携带枪支，所以你们到位以后要立即和当地公安机关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小勇，把你手头的工作向马瑞交代一下，率领你的部下抓紧出发吧，有情况及时向指挥中心报告。几个人稀稀烂烂的，黄小辉看见还不吓跑啊？啊，去吧。一直没有丁一和丁二的电话。
么狠什么样，身份不肥也不瘦。真的啊，嗯，喂，黄永辉的叔叔，快回电话。喂，啊，范一村，嗯，好好好，我马上到啊。发现我让我回来，我告诉你啊，嗯，他正在奶奶家睡觉，走，好，先走，哎，明天一块儿算啊。找来了，找来了，哟，哎，怎么没见魏同志来？这是马队长，我叫马瑞，好，你好，你好。事情是这样，昨天我找了一天小弟啊，我也没找见他。今天一大早呢，我说上我娘那儿看看，走在路边呢，碰见外孙女上学，我就把他拦住了。我说你哥在家吗？他说在西屋睡觉呢，我就赶紧给你们打窗户。行，谢谢你啊，我马上过去。我有门钥匙，我把门打开，你们把他带走，好好的问问他。要真有这个事儿呢，我希望你们能宽大处理啊，看在我给你们娘办事的份上，你们能抬高水了就多抬高水。你放心吧，啊，咱有明明白白政策的啊。好，谢谢，咱们走吧，走。丁一犯的是死罪，黄小辉。12月29号，你借着张百军的手机给丁一用，有这事没有？不是，没这事。说，丁一藏哪儿了？
我要是说了，你们得给我奖励。要奖励？行，只要你说，就给你奖励。说吧。我告诉你，你可是犯的窝藏罪啊！你还想倒打一耙子要奖励？你真是坐飞机放屁，你想的不低呀、啊、你！不给奖励，那我不说。刚才不是说了吗？只要你说就给你奖励，快说。给多少？你想要多少？反正我也没工作，挺穷的，至少得2万。哼，我看你小子是穷疯了。你想做买卖啊？成，2万就2万，快说。早晨8:40的时候，丁儿打电话找许建民，由于许建民在家，我让许建民的妻子接电话说许建民出差了。丁儿问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不知道。如果丁儿再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发现许建民不在，会不会产生怀疑？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把许建民提出来，让许建民接丁儿电话，这样就有充分的时间让姚处长确定丁儿当时所处的准确地点。有几分钟也就够了。嗯，好吧，我马上给看守所打电话，你们认为什么时候需要可以随时提审许建民。好，你们说了不算数，让你们偷来，市公安局长来了，我才说呢。我就是局长，说吧。你们别骗我，你们都不是。市公安局长来了，他亲口答应给我奖励，我才说呢。要不不是。好，我去叫局长。啊，哦，好，你们等着，我10分钟赶到。黄小辉抓到了，你们也赶快行动。你不是要找局长吗？我就是局长。说吧，丁一藏在哪儿了？我要是说了，你们得给我奖励。好吧，今天的审讯就到这儿。你以为你不说我们就抓不到丁一了吗？今天的审讯就到这儿吧，你就等着为丁一寻葬吧。不，局长，我说，我说。
11:40，围捕战斗正式打响。炸不着你，告诉你了吗？真的，您不是在骗我吧？我都50的人了，能拿你的孩子开玩笑吗？局长，我看这个计划要出问题了。